好，我们是威神 V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今天 Move VV 的专属小编 Beatrice。Alan， 是。大家好，我是 VV 哥，腿长，挺宽，挺宽，挺宽。我好中意香港美食。大家好，我是 Win Win， 哦，我好中意食菠萝包虾饺，我好中意你啊。我是威神 V 嘅肖俊，就今日好亲切啦，可以讲白话，我就好开心今日。大家好，我是最细个个杨杨。大家好，我是。Ken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澳门的 Henry 啦，咁好高兴见到大家，希望你哋开心。Yo， what's up， lady？ 大家好，我叫 Lucas 黄玉熙，耶！你们自己觉得私底下最可爱的成员是谁呢？讲一下为什么呗，我们就因为他是。我们团队最小的嘛，最可爱的弟弟嘛，所以大家呢其实都比较照顾他，他平时也很爱撒娇，有时候就是看杨洋就是外表就是比较成熟嘛，但其实真的吗，他你心里面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。如果你们可以和一个成员交换你们的身份和能力一天，你们最想跟谁交换？旭熙吧，因为我想看一下更高的空气，更高的空气，空气层。我想选 Ten 哥的，因为我想拥有他跳舞的能力，他跳舞真的很厉害。我选肖俊吧，啊，因为他的歌声生动人心。太假了。我想跟着杨欢，我想感到这个有哥哥保护我什么感觉、啊？其实我也想跟杨洋换，我想跟他换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各种各样的欺负哥哥。就是他的特权、啊、他的特权，其实我不太可以，不是就在你欺负哥哥吗？我没有，我还好啦。我想跟明明换一边、哦、对，因为他真的长得很帅、哦、你也很帅啊。我也杨洋吧，杨洋今天人气很高哎，因为变成杨洋的话可以得到坤哥的宠爱。哇，就是因为他是最小的嘛，所以可以得到哥哥们的宠爱，所以我也想被宠爱一天。好，我们今天开始，今天开始我们宠爱你一天，宠爱你啊，宠爱你一天。好，我有一条问题，就是想问董哥会不会有特别喜欢的歌啊，或者香港的电影可以分享一下？我特别喜欢陈奕迅，对他的歌我都特别特别喜欢听。就之前我们一起看那个《无间道》对比 J。我还差样哦。那下一条问题想问 Lucas， 你想跟你的成员在香港一起吃什么食物？如果他们来了香港的话，我肯定会带他们吃很多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茶点吧。我哋香港有咩？蛋挞啊，鸡蛋仔，是鸡饼、叉烧、煲仔饭，对，他们都很想吃这样的东西。嗯，那我想问一下 Ten， 快速学好普通话的秘诀是什么呢？那我觉得你有空的时候你要一直努力学中文呢、啊、但是呢我的成员们都帮我了很多了，他有空的时候他来我的房间， Ten 哥今天我考试你一下你的中文单词这样的、嗯、所以我每一天一点点这个努力进步，谢谢我的成员们，不客气。你们提出来的我们尽量都去实现吧，放马过来。你们可以清唱一段梦想发射计划给我听吗？宇宙左右摆动，我还在学掌控，把梦想发射直通遥远外太空，哪怕我失了踪，脸上也有笑容，等梦想发射加速更接近成功。 Oh yeah yeah。 你们三个可以教其他成员说一下广东话的几口令吗？第一句我想请 Lucas 叫掘金掘吉掘金吉，你来一遍。掘金掘吉掘金吉，他自己都讲不清楚。等一下，你快速来一次吧。掘吉掘吉掘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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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美完美完美。然后第二句是我想请 Henry 入实验室揿紧急掣。其实我自己也不是说的特别好，但是我还是教你们来。第一个字入实验
杀杀。Henry， 你可以选一个成员出来挑战这一句吗？谁想？谁先？先先。一三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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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神速神速，哇，真的好难，这个真的太难。杨洋来一遍，有菜速速送顺送顺送顺送错。OK， 空哥快点，一二三，有菜速速送快速送送，有菜速速送快速送送送。哎，请每一位微微的成员都跟我说一声加油，别担心，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。啊，记得好好食饭，好好生活。我相信你一直都是。就算哭泣也是没关系的，走到这里已经很不简单了，你很棒，我们都要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哦，我们一直都在呢，今天辛苦了，明天一起加油吧，加油、yeah! 加油。那你们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近况吗？我们最近其实一直都在非常努力的练习当中，你们说的团综啊或者什么的，我们其实也有在思考当中，准备当中、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期待一下。对，你们三位都很可爱，你们让我们感觉到就是粉丝们的热情啊，原来你们也是就是也那么关心我们呢、啊，真的很感谢你们，谢谢，非常感谢 Rayface 还有 Alan 还是如，拜拜拜拜，下次见。好，咁我多谢 Wolf 俾咗呢个机会，可以同 Wee Wee 一起可以视像对话啦，因为平时都可能要去啲活动先至会见到佢哋真人。我最有印象是他们可能讲回、听过不同的广东歌、啊、或者有看过香港的电影，还有希望他们可能真的会迟些有机会会来到香港来见我们，还有令他们知道原来香港都有很多 fans 等着他们的。那我也是啦，我很多谢 Move 今次给了这个机会，我可以成为他们的专属小编去访问 Wee Wee 啦，即我们作为普通粉丝其实平时是没什么机会跟我们的偶像去对话，也都没有这个对他们采访的机会，那真的很多谢 Move 给了我这个这么难忘做一个粉丝的机会。那我刚才整个专访活动最难忘的，那当然是帮我实现心愿，那就是每人轮流讲一些很暖心的说话，当听到自己喜欢的人讲翻呢啲打氣嘅説話，咁當失跌嘅時候拎翻出嚟聽，咁真係會可以幫到自己打到氣咯。